其实对面上单好抓，这把可以主要针对一下上单，但是帮杰斯的意义不是很大。哦，好像可以去啊。 这他妈人家还有闪啊！你这样上的，我操！这你不是疯了吗？人家有闪现，你这样上？哎，帮他打点伤害吧，这没办法走的。可以打呀，感觉。说实话，有点可以打的。哇，蓝枪没闪现呀！我刚刚那个 Q 有点预判他闪现，毕竟他走我脸上。 还好机器人没 Q 到我，机器人要 Q 到我这波爆杀了，可能要交个闪现啥。这可以动小龙了呀，感觉来辅助陪我一起动，直接打吧。这波 ADC 也是直接来的。 没戏了吗？这不。 什么意思？ 早知道给他换了，没舍得交闪。别走啊，没闪现的。 好像有一眼看到我了。
干波兰博吧，兰博闪还没好。 不知道这有没有眼呀？他死了呀！哎呀，没到六呀！ 没 Q 我操！神闪现了，这么多技能，兰博的点燃吗？我操，两个点燃，也是挺牛逼的。S先锋放下路就好了，这兰博崩成这屌样子，还能游一波走啊？ 打去上路了呀！这把我们这个阵容好赢的，其实这把死多少次都，只要节奏别乱，是吧？别丢小龙，我觉得这把死多少次都可以赢。 他先锋放失误了，兰博还给我也去放了个眼，真牛逼！这妖姬挺装的，等我给他做的。 还有四塔皮，哇，他 CD 这么快呀？真的假的呀？这 CD。
哇，这 CD 这么快啊！应该在上呢。保队友拆一下塔吧。不好，这对面男枪，感觉对面男枪这把就应该一直刷野，说实话，反蹲一下，不能主动上。他们这阵容不太行，只能发育，把自己搞肥一点，中后期厉害一点就好了。其实，这被反蹲到一波，很亏了。又有儿啊！发现这杰斯不喜欢支援，你妈兰博都走那么久了，这都不管的呀。有影魔刀别怕呀！哎，没踢到三个，踢到三个就好了。都不需要我发力啊，这把就赢了。我靠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男枪不是杰斯有星石的呀，他这直接跟宋有啥区别？人家有星虫啊，怎么可能杀得了呀？坏了，直接被秒了呀！这样子上能不被秒吗？要么就直接 Q 玩开了，你这被勾到就记。
哎呦，短了一点这个手，再快一点的话，Q 场就到了。妈的，这个距离。这 Q 技能这样预判我呀！我想问我该怎么脱身？其实好好试着不必当真。傻逼，真他妈多呀！老子想出你们刀呢！我操！闪我脸上来了！我这兰博直接往我脸上闪的。虚情假意当作最深情的接吻。这机器人有闪，不太想动它。我操，这你勾我！我这他敢勾我的？光靠妖姬，有点难翻的呀。他们得拿枪飞才能赢。
妈的，我没惩戒啊！第一时间，而且还被烟雾弹了，没办法 TK。这说实话，这条龙他们抢了也无所谓啊，这风龙有啥用啊？感觉，别那么早远古龙对我们还有优势，对吧？万一远古龙死人被抢了。 这网红托也是我们有厉害呀！跑 KD 了是吧 ？KD 高点，熟练度加的也高。 这影魔刀跟水银鞋给的有点不给游戏体验了，说实话。他这水银鞋加影魔刀真不给游戏体验，玩个 AD 这说啥呀？重回巅峰。说对面上单吗？新赛季打，新赛季打。你嘴巴别贱，你嘴巴别那么贱，我肯定不会搞你的呀，对不对？也不会骂你的呀。 嘴巴非要犯贱，那怎么办嘛？他想杀鱼人啊，因为鱼人没魔抗啊，我他妈魔抗了，他不想杀我。